소야, 소야. 소야, 그만해 소야. 从他口中残留的皮肤纤维提取结果来看，罪犯的手腕肯定会落下明显的疤痕。目前没有发现目击者，但是罪犯的 DNA 信息我们已经保存在数据库了，我们会把这个亲手给救出来。 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是你的私人感情重要，还是大家的命重要？要不是看在他和你有私人关系，你想他能活到现在吗？最好叫你那个当警察的女儿收敛点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哈，你只要记住。 大家是一条船上的就行。王昌鼎，你这个货！喂，妈，今晚上他们要审马队。 徐局，避嫌，你们回避一下吧。我们之间的对话需要保密，把这个监控也关掉。这个录像机也拿走。出去，快出去，没事。 哎呀，可笑啊！这辈子净给别人抬手了。
没想到自己给带上。报告。告诉我，如实的交代事情。赶紧的。你现在什么态度你知道吗？把你手给我拿开。哎，干什么的？他什么态度？你什么态度？天师，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。马东他毕竟涉嫌杀人，让他交代问题也是对咱们局负责吧。如果他没有罪，等检察院调查清楚，会还他清白的。他是一个警察，是我们的同志。对前辈，尊重点儿。散了吧。这里是玉清局。妈，我们前两天抓到一个慈善基金会的会长，这个人叫王昌明，他跟我说跟你是朋友。他胡说。我也觉得他胡说。您商会那么多人，或许只是跟您认识，想借这个关系套套近乎，求我放他一马。我听说这个人好像上面有关系。不管他有什么关系，我们一定要找到他。他做的事儿能用罪恶滔天来形容。那是真该抓。马队现在弄成这样，很有可能也是他搞的。我想他应该也是想弄死我们的。雨欣，不管事情发展到什么地步，你跟马队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知道吗？
妈，我还有一个疑问。你说，你跟马队之间有故事？这是马队的手机物品，他说由您保管才会放心。小帆往案发前，马队曾去过医院见过死者胡某的母亲，并带回一封遗书。不过遗书上只有迹象证明胡某有自杀倾向。从现场证据来看，马队定性为误杀的可能性很大。什么医院？雨晴，你们再去一趟医院，慰问一下当事人的母亲，最好能说服他给马东加分。来，请坐。是这样啊，我问你个情况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告我们保安说你们家属把我们天堂的门都敲坏了。突然的想起个细节，那个医院的护士啊曾经跟我说过，说那个胡莲把天台的那个门呢给撬开了，你过去看看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。好，去。喂，马队，你贴的小广告有人撕了，人来自首了。他又一个失踪的助理王毅，一直在山里躲着呢，后来又怕又饿，看到马队的小广告就来自首了，是这份招安书把他找回来的。你在方圆10公里多贴点，我要熬光他的耐心。你叫夏口镇，你就是王毅。我抬起来，抬起来。我是市刑警队长马东，这不是宣传公告，是我亲手给你写的一封信。我在找你，并且一定会找到你。但我找到你和你出来自首，那是两种性质。你的问题不难，是躲在深山老林里冻死饿死，还是勇敢一点站出来替那些受害的女孩作证？你自己想清楚。我希望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，
快进，马东队长。你瞅什么呀？我来体验生活不行？您就是马东队长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小子，你都说出来不就行了吗？那个王昌明和梁浩什么关系啊？我们都算是他的小弟，但是他们因为这个事儿可能达成了利益关系，算是合作。所以其实证据都在梁浩的手机里。在哪里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看过。我不想沾上那么多是非，我平常就开个车，挣点小钱。这些照片你见过吗？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人平常都是梁浩和王昌明负责的，他平常不是资助一些乡镇小学，有些学生家里实在困难，然后就……我知道做这种事天打雷劈，但是我没有强迫过任何人，我只是个开车的小弟。强奸他们的都有谁？强奸？和未满14岁的女孩发生性行为，无论对方是否愿意，都属于强奸。我真的只负责开车，我是接触不到上面的。自从我拒绝梁浩之后，他也没再跟我讲过。对，你真的没有那些证据？没有。王昌明的犯罪行为，你得出来作证。马队，东哥。经检察组同志监督，所有证据核查，马东同志符合取保候审条件，欢迎马东同志回家。王昌明，才能洗刷你们的屈辱，洗清马东同志的清白。我问你们，能不能打好这场仗？能。这是逮捕令，抓人。是。徐军，我要请命，这个冤我自己洗。敌人狡猾，合围之前要确保目标在大楼内，并注意疏散大楼内无辜群众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收到，大春，确认目标位置。两小组换岗蹲守，目标截至目前为止一直未出大楼，一切正常。封锁基金会周边道路，确保抓捕。好，等你们的好消息，我会亲自为你们庆功。会长，我们跑得了吗？我们为什么要跑啊？有句话你听说过吗？叫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这是说坏人的，我们搞慈善是有人保佑的。哼，徐元墨，我写几个字给你。别动，警察办案，控制他。
来，别动。